勘探员魔幻弹射点位，月亮和公园站台，再上了站台之后，注意监管的位置，利用楼梯这里的微小高低差反推自己过轨道。不过并不能拉开很远的距离。李耀的回忆，工厂外二楼楼梯这个点位非常实用，在被监管追出来之后，监管以为咱们已经下楼了，然后咱们利用高低差直接将监管反推下楼，咱们顺势再回工厂。监管直接崩盘，并且如果在第一个落差点失误了，你还可以在第二个落差点再来一次。那么如果你自己是被追上来的怎么办呢？逆向思维，咱们只要把自己推下去不就行了？ 依然可以进工厂，而监管则需要再绕一圈，最后一个省心洞窟比较简单，直接将监管推进洞里，这就比较看运气了哟。